的吗？他突然左转。哎，你在最外面哎、欸！要小心哦。他好像不是台湾人，那口音。没有，他自己也知道他闯红灯了、啊。没有，他不是闯红灯，他从最外面靠过来，他想要左转。可是他那时候我们是直行车道吗？对啊，我们直行车没有任何车可以，就是他要左转也是应该等等红绿灯，对，红红绿灯。而且他是算行车吗？自行车可以算车子，但是他不能这样左转。嗯，对啊。我有看到他，但我不晓得他要干什么。其实我有减速了，所以没什么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已经开慢，不然他应该刚刚会更惨。嗯。一起，我忽然间发现一件事。嗯。虽然萱姐没有驾照，但是我的 common sense 好像比一般人的好，比三宝好很多吧。这当然了。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没有考驾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